你不能带他回去，他已经。 生效，我带你出去。 变成这样，他受伤了吗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很虚弱，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你。我要带他回去，把他给我。请客来的信，重紫在不周山。我也去。 不能带他回去，他已经……洛音凡，请尊者看在清华宫的面上，放他一条生路。闭嘴！我不要你求情。就如今他这个样子，还记得清华宫吗？ 那至少看在重紫的份上，秦科，我不要你管。你打不过他的，想找死吗？你信我，重紫不会有事的。还不快走！ 凤凰血，可解你中的凤凰泪，重新找回对重紫的记忆。他这是服了祝融果，这是我最后能为重紫做的事了。往后，他没了魔气。 不必为难，你伤得太重了，先别说话了。科尔，科尔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尊者，我把丑丫头交给你了，这一次，还请好好珍惜。